大家好，我张晓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放假呢，所以呢，我跟我的爸爸睡了一个懒觉，现在已经早上九点了，我们要去刷牙、洗脸、吃饭了，快走吧 ，Go Go Go！冬天了，爸爸说要用温水洗脸。你们看，我这点下雪软果坏了，本来是充满在这里的，然后呢它掉了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没关系，我们吃完饭我们再去买一个新的，让它们安在上面。嗨，我今天早上想喝一杯芬迪水呢。搅一搅就化开。嗯，这是我老家爷爷给我买的特别好的芬迪水。啊，哎，我能咬点芬迪吃吗？只能一点点。好吧。这么一点点，嗯，好甜呀，嗯，好美味，嗯。我现在把它盖好，哎呦，怎么？好了，我要放冰箱去。物归原物。嘿，我要去喝我的芬迪水了。嗯，真的好美味哦。我们的早餐是西兰花跟两碗黑米粥，再加两个鸡蛋，丰盛的营养的早餐。开动吧！哎呦，就喜欢吃东西的话，嗯，好好吃。爸爸，我吃完了，谢谢你的早餐，我要把它给送到洗碗池喽。嗯。嗯，我去换衣服了啊。嗯，去吧。爸爸，我换好衣服了，你帮我梳头发吧。好的。能不能披着呀？我给你梳吧啊。好。嗨，爸爸，快来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快跟我来弄头发吧。来了。给我梳顺，再给我弄上发卡啊。我知道。今天我想披的。你想披的啊？嗯。砰砰砰！哎呀呀，我痛死了！啊，疼死我了！你咋不会梳头发呢？你不会梳头发呀？疼死我了！哟哟。好了。那就会给你妈梳头发吗？嗯。
那你会给你妈梳头发吗？怎么看爸爸只能给我梳成这样，谁叫他是个男生呢？没关系，这是我们家卫生间，卫生间下泄水道的接头，我们带了2块钱，还有3个硬币，不知道够不够，我们快走吧。我们已经到达，等会水管电了，我们快进去看看有没有放下水的软管吧，走。爸爸，这一个盘子，对，水装的满满的，嗯，像小鱼一样。你需要放水管电。你收拾软管啊、哦、配他这个的软管啊，试一下对，就是这对着，就是这，你回去塞到你那个上面就行、是、你去用表吧啊，好，张姐我们走，假的呀，啊，拿上、哦，拿上那个管子，管子拿上。在这儿。走，你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可以了，好了，试一下。好，看看。哦，可以，耶！哦 ，yes， 挑战成功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多多点赞、多多给我订阅、留言。拜拜，明天见，爱你们。哦耶！